队人马都在嘉义，然后呢，我们昨天晚上就是睡在这个饭店里面，非常的舒适。对，这个饭店是新月花园酒店，这边是结合了嘉义文化打造的艺术饭店，然后也有很多的亲子设施，像是旋转木马、迷你赛车场，还有足球场。来到嘉义的时候，有机会就来这边住住玩一玩。是。那今天呢，来宾也很特别。哎呦，我们要看到的就是有新的夫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，新任夫妻啦，新任夫妻，新手爸妈，新手爸妈，欢迎黄少谷还有优米。优米是算常客啦，对，可是问题是生产完之后第一次来，你看不出来，这是像一个妈妈的样子，你老师没有，她更瘦了，对呀，完全因为照顾小孩真的太累，养分都被小孩带走，对，而且都没有时间吃饭，没时间睡觉啊，哎呦，被吸干了。那这个成为新手爸爸的少谷呢，心情怎么样？心情非常的压力蛮大的，因为一个新生命出来了嘛，那你必须要面对的责任感更重，对，就是平常压力大，吃的比较多啊，太太都没吃，没吃，做事。通常爸爸的角色通常都陪吃，因为坐月子，月子都被爸爸吃，因为妈妈都吃一点点而已，我吃不下，对，老公你吃。我们那时候是没有钱买奶粉，哦，都直接吃母奶。母奶是一定要的，母奶是一定要的，不敢讲，不敢讲。因为今天这个少谷也是因为跟优米的关系，所以今天是第一次到外景节目嘛。对呀，应该说饥饿游戏，饥饿游戏第一次，今天要玩得开心哦，一定要。好，来欢迎他们。然后再来就是安，人家都配对，你是来干嘛？我来这边，他来现场配，他来现场配，他来现场。我发现今天现场好像没有什么舞哎能配到的人。这边他有他的功用在，应该是有。我发现那边有对夫妻，我们这边刚讲话的也有对夫妻。欢迎张哲毅、谢宇君。两位好，我们是第一次嘛，对，因为之前我们在其他节目有遇到嘛，但随意哥上一次来到我们这其实是有点不开心的离开，对，因为他到最后一关他是明明就是觉得说你应该要知道我的身份，为什么我跟你讲你都不相信，他最后俩拱哎，不是啊，那个就好明白Selina 来，我也觉得明明白白在那个地方，他也是不一样。我跟你讲，那是我们我们要懂得放下，我们要懂得放，我们自己要检讨了。好了，所以今天呢有两对夫妻在我们节目，对，然后有一个维士，对，哎，感觉起来还蛮不错哦，有粉红泡泡哦。那我们今天要干什么呢？在宣布今天主题之前呢，数到三要请大家转一圈，好，好不好？好来哈，一、二、三，转，哎，哇，哎，我们怎么变成 baby 了？没有，没我们都变北，为什么要变这样子？对啊，这是干什么？可以宣布今天的主题了。今天有皇家跟陈家两个家庭嘛，两对夫妻要进行的主题就是：我的孩子是我的孩子吗？然后两个家庭各有三个小孩，也就是中间这六位。哦，待会他们围了围兜兜。对，待会他们六位会轮流抽身份，哪三位是皇家的，哪三位是陈家的，啊，只有他们自己知道。各关游戏获胜的夫妻可以获得一个小孩的线索，最终获胜的家庭获得奖金10000元。哇！家庭对。哎，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谁家的小孩呢？啊，等一下会盲抽身份哦。哎，只有你们自己知道，个人自己知道。哦，只有知道自己的。对对对。他们也是可以互相告诉对方。哎，看他们相信，相不相信啊？哦，但是要温馨提醒一下，小孩不要随便曝光自己的身份，会很危险。危险？不是杀对方的小孩，这讲起来不好听。因为会淘汰对方的小孩，所以你自己的身份要保管好。OK， 看你要让自己的父母知道你是他的小孩。好难哦！哇，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抽签了，对不对？抽签，一个一个来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路这样抽过去。好，那我大根先，大根宝宝。
们的爸妈对小孩很不人道，因为寒流很冷，对我们都没有外套穿。哎、啊欸，为什么没有？自己有外套啊？所以他们说穿自己的那个太厚了。不知道到底谁是我们的小孩啊？就不能乱给外套啊！欸、假设今天那有可能你自己的小孩就冷死了、啊。没有，如果今天知道谁是我小孩，我全身扒光给他穿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意思现在再来认爸妈了？对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觉得。所以意思说，你小孩以后在公园玩，不是你小孩跌断腿，你也不管他。不是这样说的。好，那我们要怎么认爸妈？好，来，六个孩子在这个楼层要寻找拼图。然后找到之后呢，背面有号码，然后就要拍照回传给你想要传的父母，率先完成拼图的父母获胜，然后获胜的父母可以选择三位孩子共享早餐，并且可以询问一位没有吃餐点的孩子的身份，有线索，有吃的不能够问哦。然后选择一起吃饭的三个孩子是下一关的队员。哦。那其实也差，对他们来讲就是挑队员而已啊，因为挑队员一定更重要啊。对，不，我觉得爸妈要很聪明。如果帮他们帮很多的人，他选了他来吃东西，会泄露他的身份。可是你不选，你就可以去确认他的身份，这样子其实才是对的。但是如果你选了不帮你的人变成你的队友，那你下一关又会很难进行。对，真的好难哦。OK， 好，那拿装备就位了。OK， 哎，就位。所以我们就出发了嘛，寻找拼图哈。这个妈妈，妈妈，我们来找你喽。好，听声音。带我去吃饭。不用翻了，真的没有。慢慢找啊，这也没有比时间啊，慢慢找。一起找，一起发，找到可以跟大家一起分。你看有没有孝顺的小孩？我有发现。看什么人会第一个传给我？我觉得是人母宝宝。不是，我觉得他们会传给我比较。应该会传给我比较多，因为我之前来玩过很多这种用头脑的游戏。等一下应该要有一个战略。怎么样？你现在已经想好了吗？现在已经想好了。最重要的是，如果今天我们赢了，那我们可以去查验没有跟我们去吃的那个人。对，所以其实那个角色很重要。对，那我们就想这六个小朋友里面谁最会骗人。谁最会演啊？哎，这里有一张，对对对，哎，这里有一张，啊，哎，我看到一张，哎，这样我们就轮流啊，哎，轮流来，这里，哎，我也找到，哎，我找到了，那我们一起翻，先拍，先拍，好，我们是合群的小朋友，马错，两张，好了，我现在公平了，一张陈家，一张黄家了，好，我也错，嗯，我开始不要泄露身份，我也是公平，对啊，我不想脱鞋。我不想脱鞋。哎，我突然要传，还不知道我要传给谁啊？哎，我脚不会拖地。拍了就要先传吗？对。还是先拍。拍了就要马上传哦。是吗？对。花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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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30号。30号，谢谢。竟然是花花第一个。人物宝宝3号。大根宝宝也来了，大根宝宝22号。然后。星星宝宝17号，哇，好忙哦！我收到了，第一个是哪个宝宝传照片给我的？啊，我收到，等一下，第一个是孟哲宝宝传了照片给我，我要告诉你们几号吗？23号，孟哲宝宝传了23号，然后我又收到了鞋子宝宝，鞋子宝宝一次传了2张照片，他传了30号跟3号，哇，我又收到了，等我，我传星星宝宝。君宝宝传了22号，我传给陈家爸爸一个很酷的东西，哎，这边可以，这边也是吗？对对对，哎，这边有一张，哎，这里还有一张，哎，这么多，哦，撞到手，这么多，再传黄家，里面还有黄家。哎，其实我找很多张的。然后大哥他好那个，他竟然传武雄的照片给我。这个不重要，不重要。大哥宝宝7号，孟子宝宝，
孟子宝宝第传第一张25号，大根宝宝11号，大根宝宝11号，我还回传了一个生气的贴图给你，大根宝宝传龙兄的照片给我，这大根宝宝真坏，现在最早传给我们的是孟子跟，孟子这个怎么拼啊？跟算哎跟写字吧，君君，哎，君君5号，君君5号。 君君5号，君君5号，是君君5号。大根宝宝传了10号，哦，我好忙啊，我一只手，人夫宝宝来了，人夫宝宝也是传22号，大家都找到22号，好，你赶快拼一下。好，我下来累积数量，不行不行，我现在没空。花花宝宝传了22号，哎，22号是有多好找，每个人都找到22号，到底？ 哎，大根宝宝又来了，大根宝宝传了9号，9号，好，我现在呢，我们家有5片，我现在大根宝宝传了2张，然后人夫宝宝又来了，人夫宝宝传了16号，我好忙，我现在没有办法那个计算，因为孟子宝宝又来了，17号，哇，他们蛮迅速的，哎，鞋子宝宝22号，这个有了，这个一直重复，7张了，哎，可是鞋子宝宝他一开始就连传2张照片给我。 而且因为我告诉你，因为鞋子哥是比较单纯，就是以他们就是比较相较起来，他想，譬如说跟人虎哥比的话，要先讨好人，对不对？就是鞋子哥没有那么会用心机。你要传给谁？我要传给陈家。怎么大家都传给陈家了？陈家一开始会不会太多啊？陈家也太热门了吧？什么全部人都要找陈家？有那么多陈家小孩，而且我发现一件事情，青青。 青青，他是反馈的一幕，对啊，我根本看不到他传给谁耶，他好厉害哦！我也要去弄那个。到底是干嘛要偷看啊？不是啊，因为我要看大家认定传给谁啊。你不相信我？你是传承，你当然最不相信你了，开玩笑。哎<笑>、欸，我每传给陈家，然后我都会传一张五兄弟。 大根，大根26号。我正在努力的拼着这个。君君宝宝23号。哦，知道了。哎，5号有来了哈，大根宝宝。没有传，他没有传号码给我。他没有传号码，他传五熊的照片呢，一直传五熊，这边干嘛？君君16号。再来，鞋子宝宝。 目前鞋子宝宝是最多的，鞋子宝宝传了16号，鞋子宝宝，对，鞋子宝宝，我一辈子都不敢叫鞋子宝宝，我们这辈子太可以叫鞋子宝宝，鞋子宝宝，人夫宝宝，孟子宝宝，然后大根宝宝，哎，大根宝宝比较没有太理我们，大根宝宝传了27号，目前对我们最献殷勤的是鞋子宝宝，但是因为鞋子哥就像我刚刚说的，他真的没有那么会用心机。 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把他列为一个比较有可能是你们宝宝的一个人选。可以。现在君君宝宝是最少的，他只传了一张。对，他目前只传一张。所以君君是不是？可是不。想要卧底一下。好的，孟哲宝宝又传了19号，那这样子现在目前孟哲是第一名哎。孟哲，你都传给陈家了？我现在就一张一张传，就是一张一张一张，两边都传。对。 因为我还不确定，他们，你不确定自己的爸妈是谁？不是，我确定，但我不确定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确定他们两个会怎么样？他现在事情很严重。为什么？他忘记他爸妈是谁？怎么会这样？你忘记你爸妈是谁？那我是兄弟，你看我刚传给陈家这个，对，我传给他这个。你这样他会生气。 你要传他传传拉一点，他就会对他，我也要起他，他气才会消。对，他结婚了，爸爸，我在旁边。你都一直传给陈家，你自己看，我是不是传给陈家？你看我家要怎么办？我是真的传给陈家，你看。对啊，啊，你们传。然后，那你不是说你前面也说传给陈家？我是陈家，你骗人，我是陈家。那你看，我们看。 哎，他也全程加，那黄家会不会从头到尾都没有啊？哎，我们赶快帮黄家好了。黄家会不会太可怜？可是拍过了不能再拍啊。哎，就是找新的，这里有一个，你们拍过吗？这里没有哈，那个。可是我们传重复一样的没意义啊。我觉得啊，因为第一关，这么多人传，他应该会有重复的，所以我应该要想办法先破壁到对方去，我应该要一直传。
21号，然后大根宝宝17号，有了，17号有拿过。哇，那这样子真的很难哎，我们要从第一关找到线索，我觉得蛮难的。哎，等一下，梦哲宝宝又传来13号。13号。对，鞋子宝宝传来10号。哎，其实我发现啊，就是因为他们会传重复嘛，可是因为其实旁边的人是看得到他们找到这个拼图，所以有人可能跟在后面的话，他知道，譬如说鞋子哥传了10号给我，然后譬如说全福哥，哎，他心情很重，他跟在后面，他也拍了10号，然后传给我。他其实是他这不是他最新鲜的，因为我最新鲜的是10号，他应该要给我新的线索，但他给我重复的线索，所以这表示他只是要假装跟我先一起，但其实他不是我们的 baby。对，所以这个也要列入考虑之一。哇，好难哦，梦哲宝宝14号。而且他这张照片很心机哦，他在这张照片旁边比了一个耶，他其他照片都是拼图而已，他唯独这张照片比了个耶，是想代表什么？好，这张照片是什么意思？哎，元福宝宝，25号，这也是新的。哎，元福哥传来了两张新鲜货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我们剩7张。啊，这里要不要相信元福哥？元福哥很头脑，很灵光，很机灵，很贼耶。好，现在目前停摆。现在反正最落后的就是比较少传给我们，就是大根跟花花，大根宝宝、花花宝宝、玄君宝宝这3个。大根宝宝。加油！加油！这是被他封锁哎，你是来大声封锁吗？加油！是花花宝宝20号，剩下3张而已。18号，快点！18号，花花都是花花宝宝。哦，鞋，来看一下，目前是鞋子宝宝存留最少。真的啊，鞋子宝宝存最少。对，然后大根宝宝一直断。是花花宝宝跟君君宝宝两个最乖。看看这两个谁传的，等一下要带这两个进去自办。哦，对。对啊，这两个是最关键、最关键的孩子。最关键。最关键。这里为什么会有 Switch 啊？帮我们来打一下。哈哈哈哈哈！他没有电视。哎，我们来玩一下。马里奥，快点！马里奥，快点！马里奥，快点！小朋友，快点！马里奥，快点！小朋友，快点！小朋友，快点！哎，这里有一张哎，这里没有看到吗？小朋友，来，马里奥，来，不要管他们。管他是不是一家人，屁孩们的战争乐趣就是大乱斗。你真的很过分嘞！哇哦，哇塞，我被马打了，他厉害！哎，脱手，哇，放手！你干什么呢？你在干什么呢？你为什么？我要阻挠你的道路啊！哎，我在这里，你不能再用了。哎，不行啊！哎，你妈的！谁叫你要弄我？迈向幸福的微笑，每一秒。这里你们没有看到吗？小朋友，念到，不要管他们，不要管他们，演过来一次，一人一只。圈，怎么？老人给你。来。你会玩吗？会啊。下一个，再下。哎，那里有鬼鬼。好像鱿鱼游戏的人，大猩猩，看起来好像哦，真的，好可爱哦。OK。好可爱，这6个都没有跟你联络，你是平常对他们不好吗？没有联络了。你是平常对他们不好吗？你们的小孩在打电动啊？啊？他们这样聚集在一起讨论是什么意思啊？打电动啊！他们打电动，所以他们根本……等一下，我看一下谁在打。有人打屁股，天哪！他们大根宝，他们全部1、2、3、4、5个宝宝在打电动，所以只有你看，就说吧，鞋子的宝宝是最单纯的宝宝。对呀，宝宝多乖啊！你看君君宝宝跟那个花花宝宝也在旁边嘻嘻笑笑的。旁边啊，大哥宝宝嘻嘻闹闹。所以只有玩游戏，只有鞋子宝宝是真的要认真帮我们找。15，哎，我到底有没有传过15啊？哎，快！花花宝宝，15啊！这个最脏了，这个19号。
哎，恭喜写你！哎，为什么在打电动啊？要不要玩一点？要不要玩一下？你快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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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
耶！我们真厉害。我们搬水晶，搬水晶，搬水晶，快点。啊 ，OK。我也是有参与到。哎，这后面竟然还有。就鞋子宝宝。快点，按住。十九。十九。噔噔噔噔，打成功。可能。鞋子宝宝。鞋子宝宝还是真的比较。不一定哦，也许。那也不一定是我们的小孩、啊。可是人符也君君跟人符，对，君君跟花花都传蛮多的，可是人符也传蛮多的，人符宝宝。那人符这个小孩子，我是很喜欢，包括你好狡猾。有气。恭喜你们啊！你们找到你们的小孩吗？我觉得刚那个捞鱼，那个捞鱼应该蛮好玩的。打开！哎，谁找你们一起的？我的把手没电，是他帮我装好的。我后来把摇杆都拿给他们了。所以你们到底谁完成了拼图啊？对啊，你们谁做完了？陈嘉怡，陈嘉怡，我里面最不喜欢就是你。陈嘉怡，你是坏小孩。为什么呢？从头到尾一直传五熊的照片给我看。真的假的？我跟你讲，我有跟他讲说，你传那五熊照片，你要传性感一点的，这样子你气才会消。我的意思是，然后他说不行，他说因为妈妈在。对啊，妈妈在。没有啦。我们刚刚都在打电动，没有人在传，只有一个人在传，然后他一直传，传完陈家就赢了。哦。你们也都有传拼图啊，又不是只有。那我们传完，我们还有人输赢。我们就打很久，是因为你们传到一半就去打电动啦。对啊，所以后面的传给谁就会叫谁赢啊。第一关而已，其实还不是不能确定说哪一个是我们的小孩啦。所以我们会选三个，跟我们一起。所以陈家有办法。所以其实只是选三个，我们就是看比较顺眼。比较刺激，爸爸，没有，你没有，你长得没有长得比较像你，不是你这辈子绝对不像成陈大人，绝对不可能，你就赶快去那边叫爸爸去，爸，六岁，你怎么知道他真的姓黄？对啊，我真的没话，陈爸爸，你听我说，两件事我真的很亏了，第一，我没想到你会赢，所以我才穿无袖，第二，这个认真哦，我第二关可能会很强。重要，你选我到上次第二关，你怎么会知道？你们现在可以找三个陪你们一起吃饭。我们要找。单纯觉得是陈家小孩顺眼的都行，可是下一关就是你们的队友。这个很重要，这个很重要。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女儿啦，所以。陈爸爸，爸爸，我喜欢花花。哇！你要选三个啊？还有两个。那我叫没有，我叫可以吃的鞋子宝宝。啊！好。好，那就君君。耶！哦，他们都可以吃到这三个。我们下一关会很难吃。我们三个是没有人要的小孩。传给皇家，然后你选那么吃东西。你们要换个角度想，陈爸爸、陈妈妈可能想要任性，在保护。对，我们在保护。我们只是想要吃。新的问题就是会饿肚子。
哇，眼前我们看到了非常棒的一个餐点，我们要来请这个酒店的经理 Annie 来帮我们介绍一下。我先大概介绍一下，我们饭店啊是在嘉义，那我们是很多亲子户外设施的一家酒店。那我们的设计理念不外乎就是紧扣我们嘉义的阿里山，像我们现在所处的后面有黑熊。有我们的装置艺术黑熊，对，然后旁边呢就是我们阿里山很著名的神木，然后在往上看天花板是我们的云海，然后在柜台，他讲的就是我们竹崎鹿满村的梅花鹿，对，然后我们今年过年前还会完工的是我们的小的森林铁路，小朋友跟爸妈来啊都可以坐一小段的，就是。仿阿里山高山铁路的那一小段的小火车，这还可以坐小火车啊！正在坐，正在坐，然后很快就可以完工，跟大家见面了。哇，那小火车超棒，超棒！那我接下来介绍我们美食，我们主要呢，我们的怡月轩呢，我们的行政主厨他是澳门人，澳门主厨，他来台湾30年了。中间这个是葡式排骨焗饭，那它其实是葡萄牙式的粤菜，就是有点像他们的家常菜，因为有起 cheese， 然后用台湾梅花猪肉，所以是一个很营养的主食。然后塔香沙饼，那它用的是我们云林在地的特色食材，对。然后最左边的这一个古早味的杏仁茶，就是我们用南杏跟北杏，所以我们有调一个比例，用最传统的做法做出那个。杏仁茶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介绍了也非常的详尽，待会我们就可以好好的饱餐一顿。我们先谢谢经理哈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到了，这么好吃的东西，不管那个人是不是我爸妈，以后我都不要他了。不要他，我也真的，他不喜欢我们，以后都不要他了。现在不是父母要选小孩子，小爱选父母。小孩不要了，不要，20了，对啊，他不喜欢我的就自己吃。他们两个也有打电动哎，哦，这个饭好好吃哦。他们打最久，对啊，他们吃慢一点，他们从头到尾都在打。我们是女儿，是啊，我爱女儿。我也可以，你噎到了，我不会帮你拍，我也可以。他们两个备选是有道理，因为爸爸本来就疼女儿。那女生通常就稍微得疼一点啊，最后背叛的也是女儿啦，哎呀，嫁出去的也是女儿，嫁出去就是泼出去的水了啦。回来看爸爸妈妈的都是女儿，哎呦，为什么选徐子宝？因为找妈妈争吵。他的饭快喷出来，他饭要喷出来。宝宝，陈先生，宝宝，这是我们两个优良传统的。你觉得你这样讲节目才会开心吗？刚才其实我也很想选人夫，因为那个宜君他很喜欢，就是很聪明的孩子。我比较喜欢聪明的男孩子，顽皮的小孩。对，那我刚刚超顽皮哎。哦，你那个油腻，你那个，你过分，过分。没有，我们这叫淘气的小孩，你这叫拍电，拍电，拍电。有想过你这个时间，你看刚才三个都没有选的，其实是人夫，人夫从最高选起来，就是问人夫是不是？对啊，对，人夫不是你的，不是我们的小孩。怎么样，爸爸？你们去认亲完了吗？怎么样？认亲完了。第一喜鹊，果然跟我们想的，很吻合吗？很接近。等一下，你们想的要么是，要么不是。怎么会很接近？是什么意思？怎么会有很接近？没有，就是他们有判断。对啊，我们已经得到我们要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而且这个是一个很好的，所以如果照这样看下来，这三个，因为他们只你们三个，他们只能问一个。对。所以看陈家反应。我觉得是应该有至少有认出一个小孩，认出一个吗？一定没有啊，我没有，我指的是陈家人。嗯，黄爸爸、黄妈妈，我们只找你了啦。对啊，我们不要他们了。对，好，下一位同队，我们同队。等一下，什么？我们是谁家小孩？全部都欢迎，加油！我们要吃东西。黄家一的饭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来，我们也一起，没有没有。陈家，加油加油加油！爱学人精。春节花挥别傻白甜，今天心机战用演技跟大家玩到底。以下哪种水果的英文单字跟苹果有关？答案是什么？阿波罗，菠萝蜜啊！不要再演了。
不是，我真的在第二关累到。你真的很会演哎。嗯，他谢谢，我是演这个，他是演员。蓝队，十五。蓝队了。他为什么看到蓝队跑成这样啊？我其实是你们的啦，只是我怕，我还在演。你干嘛给我？因为你刚才一直要抓我，我才会有反射动作啊。默契很好。迈向幸福的微笑，每一秒。好的，现在已经是第二关了。杰志，你非常害怕，就是有哎，当然要啊，没有，是带习惯了，带习惯了，带习惯。对。虽然说呢，我们身上的衣服是有区别为两家，但是呢，各个的小孩不见得就是自己的小孩。他们刚刚没有选我们，基本上就算我是他的小孩，我心里也已经心寒，受伤了，也心寒了啦。反正最后就让你们赢也没关系。而且这个游戏最可怕的是，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小孩，目前为止其实早就已经忘记自己是谁家小孩。这比较可能发生在你身上而已。我会这样提，就是我记得。好，那现在呢？目前为止暂时分了两个颜色。现在要进行父对父、母对母、小孩对小孩。五地 PK 赛，赢得较多关卡的家庭获胜。获胜的父母可以询问同一队一位孩子的真实身份。哎呦，来了！五个任务讲一下：旋转木马，各派一位成员搭乘旋转木马，在上面射箭，率先将自家标签所有的玩偶射掉，就算获胜。这个这是运气的啊！哎，你们低级，射箭就射箭，干嘛还要转圈？还要旋转木马？就是你啊！我就很为难哎、啊。不是，连旋转木马你都会晕，你太夸张，你是生病吧？为什么？那短多慢啊，晕太扯了。他其实啊，我跟你讲，在高速公路上交流道他就晕了，绕晕了。好，然后再来赛车场，各派一位成员乘坐跳跳马绕行一圈，然后率先完成就获胜。OK， 然后再来是足球场，踢鞋子。然后要 kiss 那个足球，什么意思？率先把球 kiss 进球门的获胜。暂时看不到，在楼上有一个俱乐部，各派一位成员进行打地鼠的机台 PK， 分数较高的获胜。第五个是健身房，带开口气，跑完跑步机一分钟之后吹蜡烛，花费较少次数的吹熄五根的获胜。哦，那这技巧是不要脸的吗？对啊，这个关这个就是这样的，你不要脸根本，我忍着留着。对，谁的尺度比较低？尺度比较低的，对对但这个也要啊。但开口气吹蜡烛是需要一点技巧的，不然蛮难吹。这个不是肺活量大是吧 ？Oh my god！ 为什么会对上人木哥？你有当过兵哎？其实我跟你讲，这不是对上的问题，这是这个场地有点长哎。对啊。他是这样一直在说，我再来看，我觉得有点恐怖哎，是不是？预备，开始。哎，你真的很过分嘞！哎，你真的。哦吼！哇塞，我被马打哎！哎，你的那个，你的掉了啦！来搞！我起足紧的呢，我可能是。好，开始。因为我可能是冇咧走啊，但是我迄台多三块安尼啊，几块？应该袂歹啊，你即马速度。顺利，来，一个二哦。哦，这困难的咧。你是卖整人蜡烛哟？哎，先讲袂使卖整人蜡烛的哦。你干什么啦？你在干什么啦？你为什么？我阻挠你的道路啊！你是想要把我球、把我的鞋子踢走吗？一、二、三。啊！哎，你很低级耶！你很低级耶！一、二、三。哎，你很烦的。谁叫你要弄我？为什么你呢？等一下，我跌倒了，我跌倒，哥哥好痛，我跌倒了。你好可怜哦！你要让我五秒，你让我去捡你的。快，你拖着我，我要走。啊，好强哦！哇塞，哇塞！你先跑了哦，八、七。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那
最好最好就是快以舌头，特写舌头，你以舌头等于什么呀？来来来你太夸张了！我好了，我度假的，你只讲牛，你只讲牛，台北。换我，换我，一、二、三 ，yes， yes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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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么远你踢不到我的啦！哎，你为什么踢鞋踢那么准？啊！嘿嘿。嘿嘿，而且刚好你看我鞋头还有胶，我只要能够直直的丢出去，然后让他踢球应该就可以了。一、二、三，啊啊！可恶，我踢很直，那踢太高了。可恶可恶可恶！我来扫门啊！猜拳赢得跳十步，好好好，这样我们休息，好赢得跳十步，剪刀石头布，耶！哎，等下你要让我啊，一、三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石头猜拳，剪刀石头布，耶！好累啊！哎，你怎么距离一样啊？你都没有往前啊！啊，那我再往前。好了，哎，你先跳十步了。啊啊，等一下，等，快点，剪刀石头，石头布，剪刀布，不能动。好，往前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哎，我看着你掉，哎，你这样是作弊，哎。哎，哦，它还会高高低低的。哦，还好，这个速度可能还可以接受，只要不加速，应该。哎呀，你看这多难。那我就设橘色喽。啊，那麻烦你帮我把蓝色的色掉。没有问题。我射到啊，我射错了，我应该要射蓝色的，可是我不小心射倒一个橘色。哎，你很强哎，你射掉一个哦。来了来了。啊啊！我怎么会做出这种傻事？我跟你讲，这个几率是50-50啊，好难哦，因为这个箭出去会。会转呢！哦哇！哦哇！我已经射倒四个了，不可能吧？我射掉了，我连你也都射掉。杰哥，你有在玩这个游戏吗？数到三，赢的那一组就往前站。好，一、二、三！哇！这个我们是从第一关来观察，嗯，传最多照片给我们是鞋子哥跟梦哲哥，对，然后仁甫跟梦哲我们比较不确定身份，对，他们两个我们比较好确认，但是因为仁甫哥又比较就是你知道比较敢跳，比较聪明一点，但是梦哲哥现在比较抓不到他，所以我比较想要先确认他。好，那我们就确认要查梦哲的身份。孟子，你们现在才要改姓，对，他们不想要再成家了啦。猜对了，好，那我们知道。好，一眨眼呢，我们又来到了另外一个地点了，是来到了嘉义表演艺术中心。这里其实占地的坪数非常大。这里呢是以文化设计围成的一个公园，它是有演艺厅，然后有餐厅，有商铺，是推广表演文化，但是其实也有休闲观光的一个特色。哦，所以这边有表演厅啊，应该是比较偏向演艺厅。艺文这边有它舞台剧的，对，然后舞台剧也有，有一些大小排练室。像我们右手边它是展览厅，所以应该也是有办一些艺文的展览。是，没错。那接下来已经来到了第三个关卡了，我们的两个家庭的爸爸妈妈哈，现在都只有一点点线索，这一关要加油。好，第三关还是五人对五人。好，这一关父母要手牵手前往园区寻找题目，三位小孩在总部轮流答题。轮流哎，对，答对的话就得一分，答错的话是敌对家庭得分，率先累积五分的家庭获胜。好，然后获胜的话可以获得两位小孩的线索，然后我会回答谁跟谁是不是同一家人。
谁跟谁？哦，你选的这两个人，两个人是不是同一家？然后他只告诉你说他是同一家还是不同家？那对不起，我想要问一下，我们排队在这边要等被问问题的，他们等于拿到了，比如说相关的问题，他们不能选择人，是不是只能第一个这个回答？哎，就是轮到他那个孩子回答的话，你觉得这个题目他不会，你可以放回去。然后再找另外一个，再找另外一个。爸妈要知道你的一二三顺序是谁，对，这比较有优势。你会可以判断这一题要干嘛？就你回来硬问他根本不懂的，就等于对方多得一分。送分。那分队跟他讲一下，上一关获胜的父母选择要不要交换一个孩子？你觉得我们这个组合蛮强的，因为待会问问题也没有说限自己这一队的，就是限自己家庭的。说问身份，我已经上了，有吗？有，可以，可以问别队的。对，身份可以，他可以任选两个，但是身份可以不换，对，不换，先不换。我觉得我们这一队不换。哦，好，不换，坚持不换，决定维持。其实会很明显，因为从刚才的前两关。都是他们三个被确认，对对对，所以你也是确认这里的，你也是确认，对呀，所以你们三个已经被确认过两次，你们三个是，对呀，是谁被确认？我脑筋好清楚，这一个他是只是他的口齿比较脑筋觉得不清楚，对，但是他脑袋是非常清楚，对，现在是你们三个最危险，对，所以接下来关卡你们夫妻俩出去的时候就要好好的去想一下，到底你们要怎么样认出敌对的，对的，对不对？在想。要去想一下。好，两对父母现在已经拿着 GoPro 了，准备记得要手牵手。好，好。然后橘队那边的顺序要看一下，第一个是根宝，第二个是梦宝，第三个是福宝。对，我们这边的顺序也要记一下，第一个是青宝，第二个是花宝，第三个是孙宝。孙宝，好，这个顺序知道了。好，知道。好，来，预备，开始，出发。你注意看地上，我看到看地上，不是他牌子放在地上，要手牵手，手牵手，啊，一定要是不是？有一个，等下大飞会不会回答？两个孩子中，六个孩子中拿两个的身份证字号，首字母相同，哇，这个大根不会知道，因为除非是他知道，他不会知道，首字母相同，他好，首字母相同，没有啦，他不会知道啦，你跟女生啊。这个什么？哦，对，六个孩子实际岁数加总，他要进去他的，他数字不太行。那不要，他数字不行，不是啊，可是六个孩子100多岁，200多岁。哦，那应该可以。这很简单，一摸汉公，摸汉公啊，就他又不是数字，对啊，一摸汉，首字母是地方，他不会啦。哎呦！镜头看，六个孩子中哪两位身份证字号他不会啦，是相同。许孟哲大跟蔡黄卢勋勋孙协志，他不会啦，他不会知道啦，他怎么会知道？应该是这样啊，感觉孟哲哥就像是台北市出生的小孩，那我选 A， 我也是。恭喜，答对！哇！我都说了，妈妈爱你，妈妈爱你，妈妈爱你。这个你如果答错，我就真的。就算你是我的孩子，我也不承认你是我的孩子。真的假的吗？你不能因为笨就这样啊！不是，我觉得很简单的，所以数学问题基本上我不问你。可是我看到三个选项。爸爸，你要数学好。给你，来，六个孩子实际岁数加总为多少？119岁。六个孩子，你们是六个孩子。啊，六个不是三个。六个，是我六个孩子。三十五六啊。对，戴维多多了六个。对啊。他的范围好难哦，太难了！赶快洗，我知道，算一下，给。我不知道其他人，其实应该可以出算的，差不多，迟早我也差不多。可以出算出来，我们不能讲话，对，时间继续再走。没想到他，快点，这很简单，相信自己。嗯，我不知道哎，我就只有三个选项而已。B 是214岁，恭喜。要进行《你不是我的孩子》大猎杀。你现在怀疑谁？快点跟我讲！我怀疑你。你怀疑我？你怀疑我干嘛？啊！所以一个……等一下，为什么我觉得现在有一种大乱斗的感觉啊？这是我们的孩子吗？我有点疑惑了。啊！完了，我跑不动了，我真的跑不动了。哇塞！哎，这边啊，最后一个。黄少谷不错。
赵国恒会演。比赛结束，那你哪一队赢？好想知道。六个孩子，实际岁数加总为……我不知道哎，我就只有三个选项而已。B 214岁，恭喜，答对，耶！哎，很简单的呢，耶！我们刚刚大跟大真的。哎，而且他是毫不犹豫的回答，我觉得他会推理，他会推理，他哎，那边，这，好可怕，我们感情不能不好。这题目是六个孩子中，李松到外地念书的是孟哲，会，他知道，他知道，他知道，他能那么好。是，哎呀，哎，不能啊，我前面都惨。花花姐，水果英文单是跟苹果有关，花花英文，我觉得他应该是可以，可以吗？我觉得他应该是可以，可以就走。来了，先抢吃啊！这个是团员一定要知道，对，你们一定要知道。六个孩子中，离乡到外地念书的是念书啊。念书没有，孙协是绝对不是，因为他高音工商，他后来就没有。那你就把他，所以君君。他是台南人，台南可是他是来工作啊，他是来工作外地念。然后刚刚大哥有说他是台北人，可是通常你是在台北念书吗？没关系，你就两个蒙一个。好，没关系，我就选。没关系，大哥，恭喜，答错。我是台北人啦，我是台北体院啊，我不知道你体院呢。你不是庄敬的吗？庄敬也在台北啊。对啊，那你有问庄敬？你也是庄敬的，然后你说，那你有问？我已经，你到我已经毕业了。你有问题？你有问题？你孟哲答错，哈哈哈哈哈！孟哲不好演哦，孟哲。没有爸爸妈妈，爸爸妈妈，真的吗？简单吗？我如果答错的话，以下哪种水果的英文单字跟苹果有关？啊？哇，这个我真不会。这我真不会，十一号，恭喜，答错，答案是什么？不是啊，不然是什么？阿波罗，菠萝蜜啊！你写的冲啥啦？你这演的太烂了吧你？等一下我真的会被骂，我真的看错了，我看成阿波罗，菠萝蜜那些，我真的以为是阿波罗。你不要再演了。你是不是有问题？不是，我真的在第二关累到了。会演呢？谢谢，我是演员。这个他是演员，是不是？谁不是演员？我也拍过很多戏啊。等一下，这里谁？六个孩子中谁养的宠物不一样？仁甫哥一定知道，我觉得他知道。他对他蛮喜欢小动物。对，走，我觉得他知道。走 ，Go。哦，那你。第二张，我好的。就是鞋子嘛。鞋子对啊，今年谁最后一个过生日？他应该有机会，因为他是里面的主持人。哦，应该是。哦，他是最基，所以他跟大家都很熟。他对，他跟团员都很熟。对对啊。哎，我觉得大根刚刚回答的还蛮认真的，所以他真的有在想，他没有故意猜错哎。来，啊来了，你觉得我会知道这题吗？你会知道吧？六个孩子中谁养的宠物不一样？我是养狗狗的，徐孟哲是养猫的，圈圈是养什么啊？圈圈是养猫吗？圈圈有养猫吗？还是圈圈养狗？我没有听过圈圈养狗啊，没有跟他聊过狗啊，我也没有跟圈圈聊过猫啊。感觉上圈圈好像养猫，他家里是住大还住小的？我只有跟圈圈聊过吃的而已。徐孟哲是养猫的，靠他们平常的聊天的一些线索。养狗会常提到狗。好，我因为我养狗，另外两个养猫，我跟其他人不一样。恭喜，答对，耶！你过关了，你过关了。我像真的吧？我像真的吧？我也是真的吧？我也是真的，我也是真的，我也是真的。那个比较怪怪的，是那个怪怪的，那个怪怪的。孩子们呢？孩子们加油！来，结束回答。这个孩子。这六个孩子中谁今年谁会最后一个过生日？你是主持，你是本身是主持人，所有的人都很熟，谁不能再讲错哦。今年这两个就很明显了。这题我知道，这题我也知道，很简单呢。还真不知道哎。我会先去掉我的，因为我的录影的当下快的。
这两个到底谁最后一个过生日？他们的月份，他们的月份，我不知道啊。谁的月份？星座知道吗？星座要懂吗？我也不知道啊。都是主持人，你不知道他们资料？再走。问题是问题是。不用猜的啦。A 蔡黄汝，恭喜，答对。耶！我是猜的，真的吗？我是猜的，对。那我们来讲，你了解我有什么关系？介绍一下，又不会被骂，你干嘛要说你是猜？我是真的不知道，谁知道你们真的？我们真的了解我啊！我看到了，哪里哪里？比较高的地方，你拿一下。嘉义县艺文风气鼎盛，请问一下哪个行政院区大专院校入赘？我觉得大根不知道哎。不管了啦，不行，我们没有题目，浪费时间，我们没有给对方分哎，我们有，我们在找啊，好好，我们在找，不然分数是给对面哎，好紧张，3-3，先得到5分的获胜哦，加油加油加油，哦回来了回来了，来了，其实今天问题都蛮难的哎，2021年度台剧中网络声量排名第一的是2021哦，现在2022了，台剧哦，几月？台剧哦，这个好难哦，圈圈那么简单，你也在演，他也在演，没有，你也在演，我没有在演，但是我觉得很有名。2021有两个我不分上下，2021的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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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相信你的智慧，我一定大根来，我相信打错，快快快快快，这是什么？嘿，嘉义的旧名字那么简单，高雄是打狗嘛，嘉义是打猫，哎呀，这蛮简单的，恭喜打错。哎，是打猫嘉义吗？不是打猫吗？还是打猫？脏话。韩吉辽啦。韩吉辽是脏话吧？韩吉辽是脏话。不是打猫吗？那嘉义很豪城啊。所以你这答对，我赢很多，就要赢了。哎 ，B。恭喜。答错了啊！不是吗？不是吗？不是 B 吗？是吗？熟女吧？不是熟，不是 B 吗？吧？斯卡罗，斯卡罗，斯卡罗。啊！所以又平手4-4，4-4，4-4，完了完了，决定性的一票是蓝色的，天哪，太可怕了，有问题，太可怕了。老公，我们要分析一下，斯卡罗跟怪怪，他假装很自然的说，哎，这么简单，高雄打狗，嘉义就打猫啊，哪有？这什么逻辑呀？他也太过自然了吧？这么会演吗？没有，他很明显就是对面陈家的啦。他很会演，他演得很自然。哎，这是。我把这，OK。没有，这个跟哪一个人打几次真的没有什么关系。很赞，这个应该是可以。这个很明显，非常非常明显，2020到2021。去年的一整年里面的超商的 OK， 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。这个跟4-4哎，好紧张哦！哎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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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来了，来，这一张跟专长没有关系。你答对就赢了，答错就输了。来，好，我聚焦点把字看清楚。关键你是关键。2020年、2021年网络调查中，以下哪一个是这也太难了？不会，奥克成为啊？他有独自障碍，2020到2021哦，你有独自障碍，你看清楚。徐若琳在超商的奥，对店员，徐若琳不戴口罩，对哦。就是人家说我自己没本事，就等别人出事。就开始说您最早是你的事情，要叫他一个白露啊。谁先答对谁就赢。恭喜，答对。哎，答对了。对了，答对了。哎呀，他们赢了。哇，我那个答错，打猫答错。哎，所以网络那个第一个是什么 ？OK 行为。OK 行为是那个不戴口罩。因为这两年是疫情最严重。对啊，对啊。然后有太多人进超商是。女圈不是只有超商，是连餐厅都一样。哎呀，这个差个2秒哎，因为我看完题目要回答的时候，你们就答对了。好险先。对，你们再多思考就会可能会输。但是我们这边有两个人有答错题目，但是有一个人答错两题。谁答错两题？你答的就两题，你刚刚那一题感觉有故意放慢时间。好，对不对？对。我其实牌子拿起来，我看排球，我就知道排球，就想排球，我就要讲，他要故意念题目。哎呀，我们现在他讲了一个谚语，他自己没本事就等别人出手。那时候他牌子还没拿过来。我这边也要指正，我这边你的好朋友，你可能你们是一家人嘛，他也很奇怪，我们没有讲哦，他也很奇怪。他呢，下列哪种水果的英文跟 P
苹果有点关联，一是莲雾，二是百香果，三是菠萝蜜。他说看完之后，三是阿波罗，三这个，他连答案都念错。他说是一是阿波罗，哎，可是他都没想哦，他就阿波罗，然后就三这样。水果哎，哦，而且但是他有他讲是没错啊，阿波罗，阿波罗，不是我给我搞错，阿波罗是不是？所以你们是兄妹，是连想都没想这件事，你们是同一家人的兄妹。我刚刚是有觉得我们这边有一个人怪怪的，谁？大哥你怎么会的啦？就是你，我第一题就秒答哎，第一题你直接秒答，但第二次好哎，轮到你的时候，你说这题很简单啊，高雄打狗，嘉义当然打猫啊，不是嘉义不是打猫啊，高雄打狗，嘉义。为什么会自然而然就是打猫？就在旁边呢，打得很中间还有一个台阶，对，他很会演。但是我老实讲，我猜我也猜打猫，对啊，哎，所以重点就是这一题其实真的很难，还不一定有人确定。不是很难，可是用猜的也会猜 B 或 C， 因为打猫不从来没有这个地名啊，真的。那在屏东有的，明雄，你看明雄在，所以你看明雄在嘉义啊，所以我你要这样讲，明雄打猫在明雄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所以我应该是要上黄大根，黄大根，对，我就问你，黄大根，你们看看你们爸爸妈妈，你们我有念书哎，你们两个的父母壮士，对，明雄也是在嘉义啊。大根根宝是没有家长喜欢的小孩，被怀疑可怜。爸不疼妈不爱的。好吧，那上菜吃东西啊。哇塞，这个哎呦！你不要想要知道谁的肚子，你觉得谁在爽？我觉得没有办法。没有，我们来。哎，对哦，好可怕。我爸给一旦如果真的是自己的小孩，是要认为的。那我们确认。对啊。就是没时间，就是人不跟大方，是自己放下来。他们不是同一家。不是哦，那大哥子，大哥子，我们怎么可以这么凶残的对自己的小孩？对啊，面色不是。他们现在是线索最多的。前半明明很爽，然后硬要用手遮住。我想要了解你们刚刚验了谁跟谁啊？答案不用跟我们讲。对。那因为讲了对方会有线索。对。我想都知道了啦。刚刚其实是验了少虎跟Yumi，对，发现他们两个没有原来是夫妻，我就没有王家的，他们一定没有亲戚。其实我觉得讲也没关系，因为他们三个从头到尾都没有被验过。少虎对他们三个跟我一样完全一无所知，所以你先验我。对你们三个我了解两次的，对，我只有两次，对吗？对啊，可是我还是不要讲啊。我知道你验什么了，我懂，反正吧。哦，反正吧。maybe 他有可能是更确定这边的，因为对，因为他只要能够确定二到三个人，等于就有答案了。等于说你刚刚的这一番话，其实你就是意思是说你的焦点都在这里，你没有放在那边。因为游戏只要留一个人就算赢啦，所以他只要确认好一个是他的人的话，他把他保住，他应该。对啊 ，OK， 不错。大家都有收获哈，我们到最后一关去寻亲了。好，终于要落叶归根了。最后一个关卡啦，父母要在这边认亲啊。好紧张。那我们来到哪呢？我们现在在三只小猪观光农场。这边以前呢是养猪的畜牧场，那现在呢就是改建成观光农场，然后有很大的草原跟很多那个猪的装置艺术。然后呢，为了让大家跟动物更亲近，所以这边也有很多可爱动物区，就是大家可以在有狐獴，刚好看到狐獴。有，总之有可爱，还有大火鹤。对，红鹤很多，特别是小朋友们，你就要多出来走走，亲近大自然。对，你要看看那个自然的生态是长怎么样。有啊，我们的爸爸妈妈今天就带我们出来走走啊。谢谢爸爸妈妈，到现在还不认得我们，还不认得我们。对啊，那接下来这关要怎么让他们认得我们呢？要进行“你不是我的孩子”大猎杀，每个小孩都有两瓶奶。猎杀方式是父母抓到孩子，并喝掉一瓶奶，然后两瓶奶都被喝完，这个孩子就淘汰。抓到一次就是一瓶，两条命。那父母要一起，都要一起行动还是可以分开？都可以分开。某家三位小孩全部都淘汰，那比赛就结束了。好，家三位小孩。好，但是六位孩子要先进场找奶嘴三分钟。奶嘴的功用就是遇到猎杀的时候可以保命，给父母咬。好，那给父母咬奶嘴。咬奶嘴的时候，原地交互蹬跳三十下，这个时候孩子就可以逃跑了。三十下很多呀，六个，要不要改十下？这个有点太多了。
体谅一下陈家。女生十五下了，女生十五下，对啊，女生三十下很久哎。那就女生的那另外的十五下加给男生啊，四十五了。爸爸三十下啊，妈妈十五下。那奶嘴可以无限制数量吗？对，你就是三分钟这样去找，找几个就有几个，找越多就保命越多次。了解。好，那父母同行的话，可以同时喝那一位小孩的两瓶奶哦。哦，所以一次量大概一次就不行啊。那如果我抓到了，然后我再喝第一瓶，然后我老婆经过 Q 他过来，我是不是两条命就瞬间没了？对啊，对，因为同时合作啊，把它弄掉了。他在喝的过程，那吃很快，那就要小心了。好 ，OK。然后为了顾及父母年迈已老，十分钟之后，小孩要穿上健康布套拖鞋。没有，我的父母都很健康的啦。对啊，很健康。他们没有那么年迈，有点针对性哦。我的父母也没有老到那样啊。没有啦，拖鞋，你要多健康。好的，没问题，我们知道了。好，那就拿装备就位了。就位。好了，大家都已经准备就位了，准备拿好了。我们有三分钟的时间，对吧？对，找奶嘴吧。哎呦 ，OK， 听少音预备，这什么？什么？厨师，快点找奶嘴！不要奶嘴，我也要奶嘴。他们去了。哎，怎么只有一个往那边跑？没有，跟他。奶嘴，奶嘴。这个范围蛮大的，不好找。很大，希望他们不要找到。至少先保命一条。看到一个，住那个楼梯的楼梯。这里面有吗？我等一下再跟你讲我的战术是什么。我先找到奶嘴。这个等级啊。哦，你看，马上就找到。我真的很会找奶嘴。有就放到我的袋子。有哎。因为我现在觉得随意哥已经知道我的身份是什么，所以我等一下要叫他来。然后呢，我要在他面前，他一定知道他是我的小孩。但我们要赌，我是他小孩。但我们要赌皇家人不知道。我的真实身份，所以我要在皇家人看到的视野里面塞一个奶嘴给随意哥，叫他在我面前江湖蹲跳。然后我说我没有奶嘴了，好，我就演这一出，就这么决定。哇塞，大根这招彻底战术还挺聪明的，利用皇家不知道他身份这点，陈家能否成功骗过他们，保住唯一确认身份的大根，赢得大局呢？你们是孩子吗？我觉得还是能，我们有不是确认的那个先杀，确认那个先杀，确认先杀。那第一个应该是有点就是确定的不清，然后再来第二个，你觉得谁？我觉得妈妈蛮可怜的。哦，你是说那个他英文明明就没那么差，而且他在第三关的时候有一些他联想都没想，他答案就用猜了。应该他不想要答对，因为答对的会被查。我们等一下顺序是怎么样？我们先，我们应该是先杀好杀的5566，找奶嘴，我们就要还有两分钟，所以我们先，如果可以找到女生，我们就先杀女生。对，因为前十分钟他们是就是很自由自在的跑，是后十分钟他们才要穿那个健康步道的拖鞋。对对对。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先抓好抓的就是女生。对。因为我们觉得两个女生都不是我们的小孩。大根的活动力比较强。对。所以大根留在后面。留后面。对。奶嘴怎么那么难找啊？你都没有。都没有啊。你要不要跟你给你钱？你要分我吗？你要给我换钱。好，我500块给你买一个。真的假的啦？你那么多个，哎，真的很好赚哎。你那么多个哦，很好赚哎。那你分我一个啦。不要。花，我们是同队的。骗人。真的啦。我才不信。奶嘴时间，奶嘴一分钟。没嘴。你要找到奶嘴啊，孟哲哥。有。那你是哪一国哪一个你家的小孩？你姓什么？我刚刚第二关还不明显吗？
你是左家的，对，你是左家的。所以你不要一直踩我干嘛呢？啊，我们故意让他们踩，我们只要有一个人活下来，我们就赢了。对对对，好。就在你旁边有一个。那我这眼睛瞎掉了，我。完了完了完了，我都没找到，找一个而已。不是啊，你抓一个，我抓一个啊，你要抓谁？没有没有，我们走，我们进场了。哦，我们进场了。我们进场了。别，我们不要浪费，我们浪费。他们要来了，那个橘队来了。你哪一家人？现在可以讲了吧？群，你上次骗我。橘队来了。群，我不会骗你啦。你上次骗我。快一点，你跟我分享啦。你上次骗我，我都记得。哎，对，所以其实，哎，来来来，我看到父母，我要去找了。哎，你知不知道我是你小孩啊？啊，你知不知道我是你小孩啊？是我不太想认你。你先不要吵，我们先。你确定你是我小孩？你一定知道我是你小孩吧？我跟你讲，我们假装你们要抓我，这样我们就不会失了，好不好？我们跑去给黄家人看到，然后我喂你们吃奶嘴。那你 OK， 你们分开来啊，你们两个对，好，没有人第一个就抓我啦！你这个搞心眼，快想奶嘴，奶嘴，哎、欸，奶嘴，我给他奶嘴嘞，我给他奶嘴，你现在还要三十下，你现在要先三十下，哎、欸，不行了，哎、欸，不行，等一下，我。你确定你要杀我？你杀他？对啊。我没有杀他身份。那你怎么那么确定？但是我跑了。你为什么在陈家？你在陈家开心吗？我在陈家、一般般喽。奶瓶交出来。那我是什么时候要用奶嘴啊？给他，现在就可以给他。现在就会给他。哦。现在就给他，给他完就赶快可以跑了。谢谢。啊，那我又抓了，是这样吗？对不对？对。奶嘴在挡你被杀，跑跑跑跑跑。我听不懂。我是在你们旁边，你应该知道我的身份吧？二，对不对？三，二，四，三，五，那你要保护我。五，七，六，八，我这里有一个啦！哎，我好厉害！我真的是奶嘴大亨哎！我不止闻人厉害，我闻奶嘴都厉害。你是在杀父母，不是杀小孩吧？好，我先走了。对啊，这样给你们吗？救我！二哥，他们你要等我挡着，帮我挡着，帮我挡着。二哥，你过来，直接过来。好了。哎，保护我们的儿子。哎，德一哥，你要去哪？你要去哪？我跟你讲，聪明的人就是要怎样，你知道吗？远离争端。人家在打仗啊，干嘛？我们就是逃远一点，靠太近不会有什么好处。因为我刚好看到大根跑去跟陈水义他们那组在那里讲悄悄话，所以他应该是跟他讲说，我跟大根都是陈家的。啊！水义哥，等一下。为什么我觉得现在有一种大乱斗的感觉啊？等一下，现在到底是什么状况？我被夹起来！啊！我不行！哎！为什么我觉得有？你们不能在我旁边，你们不能让我被发现啊！星星在躲我。这是我们的策略啊！他奶嘴也太多。
二三四，快撞我撞我撞！哎，给你喝一瓶的。我们喘一下。你已经用了我一个奶嘴，还要喝我一瓶奶。我可不可以慢慢的给他奶啊？因为叫我们可以休息一下。是在喝奶，我看到。要给他们看到，要给他们看到。好、哦，爸爸，爸爸抓我两只了，爸爸。我觉得他们这两组父母怎么有种在大乱斗啊？对，好可怕、哦，看到人就杀、欸。哎呦，我好害怕哦。你走开，你走开，我躲在家里。你走开了。我爸在，陈爸爸在哪里？陈爸爸，你现在怀疑谁？快点跟我讲。我怀疑你。你怀疑我？你怀疑我干嘛？你有吗？我要杀你。你要抓吗？我要抓。你要抓我？你确定？对。不行，你会后悔。交出来。交出来，你会后悔。老板，你刚刚说奶瓶交出来。奶瓶交出来。哎，哦，你会后悔，你真的会后悔。什么叫喝了？你可以跑，你也可以跟他聊一下，看你。你真的会后悔。这是失误。哎呦！这是我们的孩子吗？我有点疑惑了。哎呀，怕跟不是吧？好，我来找人。哎呀，怎么人不见了？被一个人看死了。嗨！嗨嗨嗨！可以跟我聊天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干嘛？算了，我不要跟你。太迅速了！我其实是你们的啦，只是我怕，我还是要演。干嘛给我？因为你刚刚一直要抓我，我才会有反射动作啊。那我还是得跳，对不对？我拿到了，我就得跳。我是你们，不然我干嘛看到局队我不跑啊？我是你们的啦，是的。对啊，不然我干嘛看见你们我不跑？我有，我要抓，我要抓。对啊，等一下，我在看，因为我在看，我真的在看。是，我还在找东西。运气很好，七、八、等一下，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。他跳完了，对，我奶嘴给他，奶瓶蓝队了，别跟我在那边玩。他为什么看到蓝队跑成这样啊？完蛋了，我有那么好骗吗？我被他的演技迷惑了。我要再继续跳。啊，一、二、三，我真的太累了。我这跑太多步了。这个游戏好像只有你跟陈顺义他们在玩呢。对，他们好像憋，你知道，咬着我不放哎，我已经被咬了一个奶嘴跟一瓶奶哎。但你才只有一个奶嘴啊？对啊，你跑半天你只有一个奶嘴，我被咬了一个奶。不是我说，一开始他三分钟还几分钟散出去，你只有找到一个奶嘴。哦，我这个人就比较可怜。我真的要休息，我没有力了。哦。你在干嘛？我在喘。我要死了！他们来了。我在休息。法工高超。这群是，一开始都是我们这一队，他没有被查，所以他是盲杀而已啊。要先找人。有人去投靠他们的父母蓝队，你骗人，你是局队的，是蓝队啊，我们是中队的，你真的是蓝队吧？你是局队对不对？我奶嘴给你，我不相信，我说真的了，我给你奶嘴，你还不信？真的完全把你放心，我要他一定搞不好以为，他们搞不好以为我是他的小孩。我跟你讲，身为小孩绝佳的状况就是每对父母都觉得你是他家的小孩，你知道？
爸爸妈妈，爸爸妈妈，徐梦哲是陈家的，他在帮随意哥，他一直在帮随意哥找人，所以快去快去，不要泄露我的位置。我是你的人，真的，你快去，我一直在帮你。不然我干嘛出来啊？我干嘛出来了？快点！我跟你讲，徐梦哲，徐梦哲在帮陈随意，快点，我在观察。你真的是黄家的？陈家的？你到底哪一家？你是什么家？你一下陈家，一下黄家，我一直都是陈家。你好难相信啊！我是卧底。你卧底？我是卧底。但你卧底之后，啊，你的头头为什么要杀你？因为他知道我是卧底，我们演给黄家的人看的。哦。你会不会不信我吧，哥哥？我确实不太相信你。噔噔，大根用自己的脑袋很可以，你们家人看人的眼光却不行，是吗？他竟然想一段自白战术，你不能杀我，我就是一瓶了，你们到底还是要向灭亡呢？而稍早人夫给的黄爸错误资讯，会不会也为自己带来不好的结果？变幻莫测的战局，广告后马上回来。他为什么要一直抓你？因为他不知道，他就不相信我，他杀我啊！黄少谷不错，黄少谷很会演。我是卧底，你卧底，我是卧底。但你卧底之后，啊，你的头头为什么要杀你？因为他知道我是卧底，我们演给皇家的人看。哦，你会不会不信我吧，哥哥？我确实不太相信你。军军再见，海平交车了，海平交车了，海平交车了，要得到海平。好累，我需要休息。为什么又是奶嘴？有那么多奶嘴，这有多少个？妈妈，保护我爸爸！快点，你要去救！你确定我是你爸爸？对，看着我眼睛，我没有骗你。关怀老人，请报告。关怀老人，协会报告。关怀老人，协会报告。请每位小孩换上健康步道拖鞋。这么快？请每位小孩换上健康步道拖鞋。你俩配合吧。啊！苦了小孩。哦。上次你那么快就认，发现你这次会没有发现吗？这是幸福有限啊。但我觉得其实明月蛮可疑的。我哪里可疑？因为你刚才就故意在我的面前，然后跟那个少虎在他们夫妻这样追来追去，追过来，追过去，追过来。他们偷夹我哎！我现在剩八点单。偷夹你，为什么你还跑得掉？要不给我奶嘴？我有很多个奶嘴。你有很多个奶嘴？但我现在已经没了，我现在只剩一条命，因为一条命被妈妈抽掉了。你知道他一条命？对，我知道他一条命了。我现在没有奶嘴了，然后刚刚呢，花花给了我一个奶嘴。我给了一个奶嘴，就代表你们两个是一对的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跟我一对，但我刚刚一直怀疑他是绝对的。然后他就说他要给我一个奶嘴，叫我相信他。妈妈给他一个奶嘴，对。我妈妈跟他说，那个女人讲的话不得相信。不相信，尤其是越漂亮的女生讲的话越不能相信。我不是最漂亮的，这游戏是上网游戏饥饿游戏。有点可疑。对啊，因为。狮子会自己跑过来我们身边，然后一直说我是你的人，这就更可疑了。哎，你们线索是谁啊？徐梦哲在这里。对，梦哲是我们的。对。然后他一直指责梦哲。你是我的小孩吗？黄家人。你是没看到蛇一哥走杀我，他杀我一个奶嘴，又喝我一瓶的。你被喝了一瓶了。我被他喝一瓶。他有可能是假的，他有可能是假的。你才是假的，我自己给你看。你看，我真的被喝，你抓我的袋子，我真的被喝。我相信，我看到了。对，他们来了啦。跑不掉了啦！好吵啊，不要吵！这个好像喝奶喝到已经醉了。不要再奶嘴，我也是一三个。准备再跳三十下。啊！不要了。哎，没了，你们会后悔的。谢谢，他淘汰了。谢谢。他我们看看，他淘汰了。今天不知道是谁家小孩。你们是查了他是你们家人是不是？是吗？那如果是你怎么办？你不能杀我，我就生一瓶了。你们是要赢还是要输啊？啊！我认真的啦。他会捣乱战局，把他杀掉好了啦。我认，不要杀我啊！虽然我现在跟你讲，七百秒内交出来。我跟你讲，我决定相信我的直觉。你要在随意哥面前看到你自己自杀吗？你真的要自杀？你为什么在跟他打暗号？随意哥，
但许梦哲就是蓝队的。三哥，妈妈，妈妈，我就是玉萍了，你还要喝我的奶？啊！我要翻开了，我要翻开了。哎，我一定是昨天没有睡好。我跟你是同样，你不要杀我。不管，等一下。你说你不管是不是，你说你跟谁同样的？我想问一下，刚刚你看到，你刚刚我看到你跟大哥在聊天，但为什么后来聊完之后，隔没几秒你追他追的跟真的一样？哎，捉他。但你为什么一开始不抓？你要跟他聊了半天之后才开始抓？想要先宣谈。对啊，了解，先了解一下恩是不是？是这样吗？对。那你现在拖延时间吗？我没有拖延，但你也会后悔，因为你听听看，我奶嘴中盘商哦，我会奶嘴很多，我奶嘴中盘商，你们还想要再跳吗？也是奶瓶哦，好像我随便抓很多，对，谢谢，对，等一下再联络。好，你们先去旁边聊，先旁边聊。你死了，你到底是哪一队啦？我是蓝队的，所以我好险，我给你，那你我赶快走掉，赶快走掉，对，不是，那里在动。别走了，别走了。奶瓶掉出来！啊！真的，我很多东西哦。你别生啊！他先抓了十五下。来，看你，你要抓吗？要抓吗？你要抓，走啊！走啊！再给他，快喝！哦，我跑不动了。你是哪一队啊？你到底哪一队啊？我不知道啊。你看起来蛮黄的。他有好多哪一队，我就知道。你看起来好很黄哎！我是黄氏族群。那为什么要一直抓你？因为他我不知道，他就不相信我要杀我啊！我问你，你刚才蓝队是认真要答错的吗？认真的啊！我不相信，我已经来到街了，我已经不相信两个人。所以我也不相信任何人。对啊，所以我还是聊一下嘛，总是有。你是不是要帮他拖延？我没有要拖延。你明明就是。我没有要拖延。我剩一瓶，孟哲。孟哲跟那个被淘汰的吗？在哪里？他们要来抓我了。谁一个来抓我？来，你交出来。我跟你是同一国的，我最后一个了。徐孟哲是陈家的，他在帮随意哥，他一直在帮随意哥找人。所以快去，快去，不要泄露我的位置。哎，你这样你会后悔。谢队长，你真的会后悔。为什么？我跟你是同一国的，你干嘛杀我？没关系，我知道。谁是我的好小孩子？我留那个人，你的死会有值得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好好好，我已经死了啊！你死了？没了。王少谷不错，王少谷很会演。王少谷很会演。神鬼淘汰了，淘汰了。对，军军也淘汰了。啊！军军淘汰。比赛还没有结束，还有你们还有孩子，我们还有孩子哎！不知道，我不能告诉你是谁啊！大哥你，大哥你淘汰，威虎大哥，然后军军都淘汰。我怎么等大哥这边 angry ball？ 大哥你淘汰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们至少要留住一个。对啊，孟哲一定是这样的。他们就是留下自己的孩子，我们杀，其他都杀了。对，他还杀，他杀大哥，他不知道啊，因为线索太少了。他少谷他有一个线索，就是他们三个其中一个。对啊。可是大哥也是他杀死的，人夫也是他杀死的，所以孟哲，我们两个就把孟哲杀死了，知道吗？来，跳对角要杀。你是不是你真的有奶嘴吗？我奶嘴中盘商啊，我。我也是。你也是啊。我买西。他看起来家里蛮像在卖凉面。他是我们家的。我觉得他看起来。我还是你干嘛一定要害我一直浪费？我只能相信我的直觉，妈妈的直觉。他总会有用完的一天。对，我现在你赶快，你是确认过我，你确认过我，所以你是我的。啊，完了，我跑不动了，我真的跑不动了。哇塞！哎，这边啊，最后一个，他
他奶嘴总会有用完的时候。真的很多了，没关系。奶嘴真的很多了，不是，大嘴都跑不掉了，不是？我跟大根是一样的啊，跟大根一样，大根谁家的？对不对？大根被他，对啊，大根被王哥杀掉啊，我就可恶他。哦，我就跟大根一开始在找奶嘴的时候我就相认啊。啊，对啊，我跟大根是一样的，你跟大根一样的，对啊。然后大根是被黄家杀掉的，对啊。哦，大根不是我们杀，是被黄家杀掉的。对啊，你要懂了吗？何家总，我要抓你，把你交出来。他摸到他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穿这个不能急停，穿这个拖鞋不能急停，哦，好痛啊！不能轻易相信，不要逞强。虽然你讲得很诚恳，真的，我跟大根相认过。啊，你就重点是你到底有几个奶嘴？对啊，我就说我中盘伤啊。来，来，我抓的，来，竖起来，来。哎，你不会好了，你对了，你给错，我更无脑，我就贼了，我就贼，我就跟你说我很多，你们真的不要浪费时间抓我，怎么办？现在只剩我一个，我躲，我决定我要躲，你不要过来，你不要过来，我躲在这里。哎，怎么不见了？哎，他刚刚不是往这里跑吗？怎么不见了？我现在躲起来，好像剩下我一个，我不行，我要守住。就跟你说是花花，我想坐马车，可不可以？美萍交出来，因为跟他们一直抱你走来走去，我就觉得很奇怪。不用抓我了，给你，好好喝啊。抓住，哎呀。哦，这最大爱了，就跟你说是花花的喜，你们两个老顽灯呢，两个今天老顽灯呢，我让掉了。许梦泽淘汰，许梦泽淘汰。在这里，在这里。我觉得，鞋子比较可能是我们这边的。因为刚才花花跟群群两个在跑的时候，只有花花哎群群过来找我们，我花花没有，花花没有，好，对，所以杀花花，杀花花。不是，鞋子为什么不跑？聊一下啦，你们好可怕哦、喔！来，爸爸再来，麦子呀，我哩聊过一下，你喜欢你喜欢是聊我吗？你叫鬼奶嘴。我跟你开杠呢，我奶嘴做贼啊！你不用杀我，因为你杀我你能好吗？真的吗？你们从头到尾一直都觉得我是你的小孩。对啊，丢啊！是不是更差劲？真的？现在是干嘛啦？你们现在是干嘛呢？父母都要杀你。现在是我跟你讲，你讲一下，我们现在两个都在看你怎么讲。我跟你讲，我很为难啊。不会不会，因为只有一边在的时候，我比较好可以讲事情。你们这两边都在，我承认一边，然后一边另外一边就狂杀我就好了。反正你怎样都是死了，不是吗？没有这种事啦，没有这种事。哎，目前存活的鞋子与花花身份都无人揭晓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他们一个是陈家，一个是黄家，而两家父母到底该杀谁才不会误杀自家小孩呢？究竟这两个孩子谁的说服能力比较强，能保命存活到最后呢？你快结束，到底哪一对赢？好想知道。迈向幸福的微笑，每一秒。现在是干嘛啦？你们现在是干嘛呢？父母都要杀你。现在是我跟你讲，你讲一下，我们现在两个都在看你怎么讲。我跟你讲，你们这两边都在，我承认一边，然后一边另外一边就狂杀我就好了。反正你怎样都是死了，不是吗？没有这种事啦，没有这种事。好，那这样你们先聊一下，我就这不让你为难，你们先聊。哇，好，那让我看。奶瓶交出来，干嘛啦？你不要杀我啦！奶瓶交出来，你要杀我，你确定？你确定？好，你赶快。他可以选择哦。他可以喝，对不对？奶嘴而已吗？哦，你要啊！哎，爸爸，你要喝牛奶嘴还是你要这个？
我要拿奶瓶。他刚刚不是躲超久？你躲超久，我知道啊！你刚躲在那里啊！来，我叫你小心。你看我是多么幸运。我很幸运的是，陈清夫妻也一直觉得我是他们的小孩。对。但他刚起疑了，过来跟我聊天，然后聊完之后，他还是不太敢杀我。那所以你刚刚躲很好。看到的，我先跑给你追，就让他看到你在追我。好的。啊，他可是他在哪里？他现在在哪里？在。啊，都画出来了。我先过去，我先过去。妈妈。啊。我要。请给我牛奶。最后没了吗？好，没有。那我就要喝了，最后一瓶了，我要喝了。不要，别喝吧。到底还剩谁啊？那你该写这个。是我该写这个。嗯。那谁是橘队？我们不同队。我们不同队。比赛结束，到底哪一队赢？好想知道。我要不急要讲哦。最后一刻认亲的这个关卡，我们已经认完了。嗯。有蛮多小朋友。蛮快就被淘汰了，很沉重，心都碎了。第一个被淘汰的是孤儿，真的哎。君君，我一开始第一条命是被陈妈妈杀的。你有奶嘴吗？我有啊，我最一开始是被黄家追，他们两夫妻一直追我，然后轮流这样。对对对，哦，真的，对，奶嘴就被用完了，对，奶嘴就被用完了，对。然后后来我又去找陈妈妈，跟她说：“拜托你相信我，我是你的小孩。”然后就这样，啊，我真的有奶嘴了。然后他就喝我的奶 ，Oh my god！ 妈妈喝了你的奶，对，然后就没了。然后后来又让你在跟陈爸爸、陈妈妈解说的过程当中呢，我又被黄爸爸杀了。所以君君你是，来我来，君君是，他是吓死我了，我就知道，哦，为什么我的爸妈会这么笨呢？妈妈换过你一次啊，我真的，第二个被杀的是我吗？是我，是的，我从开始爸妈进场之后，全部人追我，追了十分钟。对啊，那个游戏你可以让大家一起玩吗？好了好了，墨子哥哥说，为什么全部人都在追你啊？没人在玩嘞。对，我第一个奶嘴是给陈爸爸，第一瓶奶也是给陈爸爸，但最后一瓶奶是被黄妈妈喝掉。对，可是问题是，你为什么前面都给陈爸爸？他是你爸，不是？其实大概我跟你说，我们真的厉害了。我跟陈爸爸说，我等一下给你个奶嘴，可是这个动作要让黄家的人看到。对啊。我等一下，然后在福利，然后那个交通乱的时候，我说我等一下再给你一瓶奶喝的时候，你追我，这个动作也要让黄家的人看到。对，他们两个都看到，所以他们就以为我是你们坏人。结果我跑过去说，妈，你救我，妈，你救我。我们黄妈妈想了半天，就把我奶喝掉了。左思右想，我决定还是把我的奶喝了。对，你就是单纯不喜欢这个小孩。对，你显得也太多了。不是，因为他真的一讲，那时候我们三个其实站在一起，他就一下跟我讲说他是陈家的，然后又跟他讲说他是黄家的，然后搞到最后我就跟黄妈妈讲说，算了，他会搞乱战局，把他杀了再说啦。我就死了，头好，所以反应了。但是你就算是太过聪明了。第一关的时候，第一关你验谁？第一关你验谁？我第一关验是你。哦，对，因为我第三关就是验他们俩，我们两个人夫跟大人的关系，他们结果他们不是兄弟，所以他不想承认，但还是得认。老实说，你们刚刚演的那一出，我都没看到。你们刚刚就是在画一条蛇，然后帮他加四个角，画蛇添足。而且第一瓶喝完，我第二次遇到他，我还真的两个跑得真的。现在跑一百米，我就疑惑，我想说你怎么追他追成这样？所以大根真的就是你最不想相认，但确实又是你亲生骨肉的小孩。大哥是你的儿子。那你是怎么死的？我就是看呢，孟哲呢一直在随意哥旁边，然后都没有死掉，我就觉得孟哲是随意哥发的金水。那随意哥有验过人，所以代表孟哲一定是他的，他才会不杀孟哲。就在我移动的时候，那个树移动了。对。然后他们就抓我，因为那时候大根，我听到大根已经死了，下一个目标就一定是先杀他，就他就发现我了嘛。对，那杀了我之后呢，我就剩一条命了。我这时候非常紧急的跑去找我的爸爸，我就开始跟他说：“你一定要救我，因为随意哥要来杀我了。”他说：“嗯，好。”我要喝你的，不是，我要解释一下，不要解释，很会，我是特意跑去找你耶，有哪个笨蛋是最后一瓶都特意跑去找你？我也是跟崔哥，我知道，你们就是有前面被骗过
一次了。就是你在讲的时候，你就说孟哲，因为孟哲是我见过他是好人，对。然后想说你怎么又说他是好人？所以你这句话，所以我知道，所以黄孟哲也是我们黄家的人，孟哲是黄家人呐。然后就是剩下我跟黄，你们两个，你最后怎么就可以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就公事也公不完，不然就好像我是孙协志嘛。所以哪一家的呢？活下来的就是获胜的嘛，好紧张，好紧张，我就是。黄家的小孩，黄家，黄家，黄家，第一的时候你给我好多拼图哎，到底是我的人。我要讲关键在哪里？我不知道能不能成功，但我从第一关就在布这个局。你相信我的点在哪里？其实他真的是我第一关赢的最关键，最后的两里路，我最后两张拼图已经停了五分钟，你们全部人都在玩电玩，对，没有人传出个，真的足足隔了五分钟，最后关键两张，这个是他信任我的地方，然后这边因为总共有三十张拼图，对，我的计谋就是狂传这里两三张，一张两三张，一张两三张，一张给我，那好巧不巧，最后的那一两张在这送到他们，然后我这边数量多，超多，我想他们一定会觉得这个人这么积极，所以我是在试出善意。所以第二十一张，每个数字我都有记下来，所以有传呢。而且我照片我拼的会员我还比爱心哎。我在这一关最幸运的一点是，两家的父母都把我当他的小孩，所以我躲在角落躲超久。他就坐在旁边椅子坐到我这里是淘汰区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恭喜黄家获胜。